那么继续研讨啊，那个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毗婆舍那。好，那我们上次谈到进度啊，在457页。那这个内涵上呢，好，是我们从对于破太过跟破太狭。那破太过，我们上次有讲的啊，就是包括中观次序派，还有中观那个下部中包括外道也好，他认为只要自性成立空，就等于空无，这个就是破太过。自性成立空等于空无，破太过。那另外呢，破太狭就是破掉出了。像内道破除外道的常依自在啊，认为天主常依自在的，只破这个不够。那若破掉均部中的实是不特求独立实之有的也不够。那破掉唯识中的人取所取义体也不够。破掉次序派的诸法谛识成立也不够。这个都叫什么？这个叫破太狭，只破这个破太狭。那既然破太过也不对，破太狭也不对，那什么是真正的应成派所破呢？这个就是要谈到那个明智宗所破，在457页。这个就是破太过也不对，破太狭，那怎么破才是真正的破到那个要点，破到那个关键？就是现在讲的明应成宗，这个智宗就应成宗。应成宗的所破，智宗是应成宗，所以智宗的智就改一下应成。应成。那应成宗呢，先讲所破。那所破呢，先讲所破的内涵。再加那所破呢，要不要加那个？加是这个重点要加，是破自性成立。所于所破加不加自性成立之理，这个词就是自性成立。所破要不要加？所破要不要清楚的加一个自性成立？不是破一切法，是破自性成立。那个词就是把它写下来，就自性成立。那呢，是于所破，应更不加，用什么的心来破呢？应不加圣意理智量减肥，不是用世俗明量，是用圣意理智量，所以加一个理智量减肥 所以用圣意理智量来破自性成立，不是用世俗明量，世俗明量没办法破自性成立，是用圣意理智量来做减肥。那这个科判很多内涵没有加哈，会混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加进去。好，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看正文。第一个，所破分三。第一个，证明所破义。那义呢，就是有两个对境。这个义就是对境。对境一般讲的在藏文讲的义，我们叫对境。那一般我们中文翻的义就是内涵，对不对？它一般呢，这个是讲义，是讲对境。好，那对境里面呢，我们看总所破事略有二种，那个破改成遮，遮，破，因为在藏文的破就是嘎，这个嘎呢里面呢可以分破、断、遮、压服都可以解释，那这里呢应该用遮比较广泛的。明所遮事，就所遮的对境呢有两种对境。我们在457页，457页。那个所遮的对境呢有两种，一个是什么？道所断，那个破改成断，因为这个嘎可以分成破、断、遮、压、胡。那呢，这里呢讲道要讲道所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破就是不存在的，把它当成存在要破；断是不是哦？断是存在不能破。所以这个两个字要分开，法中法是没有把它分开，
所以道所断，断就是断那个絮流了。它是存在的哦，只是断那个絮流。一个是道所断，跟离所破。啊，那个离所破就是不存在的，哎，把它破掉。那这个道呢，就是讲道谛；而这个理呢，就是圣意理，好，圣意理智。两个不一样哈，这个道就是道谛，那个理呢，就圣意理智。嘿，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，就是讲道所断，出，出呢就是讲道所断。那道所断里面呢，就是道谛要所断的什么？道谛是哪两个道谛，知道吗？无间道跟解脱道，重点是解脱道。哦，解脱道要断的，就在道谛里面有分无间道跟解脱道。解脱道要断的是什么呢？哦，就是像那个弥勒佛在辩中辩论里面有说，哦，弥勒佛在辩中辩论有说，于诸烦恼障，即以所知障，只摄一切障，尽此得解脱。那个就是道所断的内涵，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。所以为呢啊，烦恼这个加一个为道那个道所断为，加一个为前面加一个道所断，啊，道所断为这个没有加啊，就道所断为。烦恼即所知二障，那此所破事应该是所断事，那个破改成断，就是道所断的内涵，破改成断。此所断事与所知是有的，它是存在的哦，所以不能用破，要用断，因为它是存在的。啊，与所知有。此若无，就道所断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因一切有情。如果道所断，烦恼障跟所障本来就不存在，那有情就不用用功，不用修行，就已经得解脱了。好，这个道所断就是一定要有。啊，这是讲道所断的内涵。好，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一小没有问题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再讲离所破。所以呢，出哈出呢，你这个出要加一。啊，这个离所破要加一个二啊，因为这个广论里面没有把它标出来，一就是道所断，二就是离所破者，把它标明清楚，你自己看，复习才看得懂。好，离所破，那就以龙树菩萨所写的《回真论》来说，《回真论》有说，又有于化女。好，喜使女邪执，化女就是变化出来的啦，用神通变化出来的哈。喜把化呢变成有实在的女，这个喜邪执啊，以化而破实，啊，以化而破实，那个除改成实，了解它是假的，用假的来破那个感觉实在的感觉，就以化而破实，实除改成实。以化而破实，啊，今此亦如是。知道它不存在，来破，你感觉它存在。以化而破实，啊，除改成实。这个黄子华是写错了哈。可以哈，改好了哈。那在那个《回真论自释》啊，《回真论》应该没有回真自释吗？应该是在《路中论自释》的。啊，这个自释加几个路中论，这月生菩萨写的哈。那在路中论自释中云：若有是夫，啊，于自性空，自性前面要加一个成立，自性成立空。然后呢，变化护女，
那辩护你呢，把它当成是实女，就是不存在的，用变化出来，你把它当成存在的。那起邪执，这个邪执就是我们讲到手段内涵的哈，就起那个执着了哈。那这个邪执就到手段，邪执彼故遂起贪，因为这个我执，好，这个到手段的我执有升起来，再升起那个烦恼心所，遂起贪爱。次有如来，好，或者如来弟子，变异丑恶化身，一跟化身之前加一个丑恶。本来是化现一个美女嘛，啊，你把它当成实在，现在变成把要这个化美女化身变成丑恶化身，以此丑恶化身遮彼实执，丑恶哈。如是，我与啊，我与是自性成立空，如变化女，啊，不管是丑恶或是美女，都是变化的。如是我语也是自性成立空，如变化女都是变现出来的。那于一切法无自性成立本空，这个性就是自性成立。等同化女遮遣邪执，唯有自性成立。那这里哈。会把那个不存在当成无自性成立的，这个还是用喻哈，还是有问题的。把不存在用无自性成立的表达，应该是从唯分别心假名安立。所以你会为什么对这个丑女不会起邪执？为什么被美女起邪执呢？因为你分别心安立，它会引起我的有力量，有力量引起我的贪爱。那丑女呢？你认为没有力量引起我的贪爱，就是分别心假名安立。用这个解释会比较符合应成派的啦。但是月称菩萨常用不存在来代表无自性成立的欲啦，这个常常会误解，还会误解。像那个镜中的莲蓬啦、空中花啦、使女的儿子啦，哦，都是用这个表喻来表，没有就是无自性成立。啊，这个呢没办法跟下部章呢说一个清楚，没办法对焦。好，此说邪执所断事，邪执为所断事，那个所破事啊，邪执是所断事，邪执是所断事哦。刚刚讲的邪执是所断，此说邪执为所断事，这个破改成断，邪执就是道所断了。以彼所执啊，所执实有自性成立啊，意为啊那个所执的实有自性成立，意为所破。那这里呢，啊，我们讲那个所执实有，在这里呢，所执境上实有，在这个境上。一个是心，道所断的邪执是心，这是道所断啊。那个邪执的心是道所断，以彼所执境上，这个境上，境哦，境上哦才是离所破。以彼所执境上，实有自性成立。那意为哈，这个为意改成化掉，意化掉啊。以彼所执境上，实有自性成立，为离所破。那个所破之前加个离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？执着的心就是道所断。那执着这个境没有这个境，执着有这个境，这个境上就叫离所破。可以哈，道所断是心，我执的心，离所破就是境，没有把它当成有的境。这样分得开吗？可以哈，好。所以呢，好，怪故有二种，好，这个也是道所断跟离所破不一样哦，哈。难正破正所破为后者，就是离所破。后者就是离所破，境上的。
啊，就是镜上的，没有把它当成有的镜上，这个叫后者，就是离所破，正破要破这个，不是破，不是道所断，是真的要破的，是破离所破，啊，就是自性成立的这个是一个对境，以破颠倒心，破就是断，改成断，因为这个字分不清楚，你就会混淆了，啊，一个是破，一个断，镜上的要破。心的执着要断，所以以断颠倒心，这个破改成断，可以啊，一种心啊，以破改成断，以断颠倒心，故须啊，那个先啊，须先破彼啊，这个破就没错哈，破彼所执禁锢，所以禁是破，那颠倒心是断。所以，如缘起因破人法，那个缘起因呢，就加一个嘛，如为分别之假立缘起因，它少这个字，很重要。因成派常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这个缘起常没有写出来。啊、哦，以为分别之假立缘起因，加一个为分别之假立六个字。分别之假立缘起因破人，人跟法中间呢加个逗点，人就不特切罗了，应该不特切罗了。那法中法是用汉系的用人，应该是人改成不特切罗，因为不特切罗就包括一切众生了，哎，不是只有人而已了。所以以破啊、破呢啊、因破不特切罗。啊，这个补用个补代表就好了，补特伽罗，即法上所有这个自性后面加两个字成立，所有自性成立，所以故此啊，再加一个所破加在前面加个离，故此离所破。须所知中无，那个所知就是境上没有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文字上有没有问题？哎，心的邪执颠倒心就要断，境上的没有把它当成有的，这个要破，所以破是破没有的，啊，断是断已经有的。哎，这两个不一样哦，这样分那个文字要分清楚啊。故此离所破，啊，叫个离，须所知中无，有则不能破。这样看啊，哦，必须没有的才能破，嘿，没有你把它当成有才能破。好，那这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个秀传可以哦。好，虽如是无，就是那个离所破，虽然没有，然而发生争议只有，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变成会产生道所断了，会产生道所断。虽然是无哦，然而发生争议，争议就是没有把它当成有的执着，嘿，争议就是没有把它当成有，嘿，就争议。哦，没有当成有，这个就是争议。的执着哈，故定须破离所破，哦，所以呢，故定这个什么？故障碍解脱加个啊，故要得了，故得解脱，定须破离所破，要得解脱，前面加个得解脱，故得解脱，定须破离所破，所以定前面加个解脱，得解脱。或是解脱也可以的哈，故解脱定须破离所破，啊，去定前面加一个解脱，那定须破后面加一个离所破，
好，那破除之理，破除理所破的方法呢？亦非如以锤啊，这个那个锤啊，铁锤击平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重点在这个心，是与无，哎，是与无争义为有这个部分，加个无啊，无争义为有啊，这个争义为有加四个字，是没有把它争义为有。啊、哦，无争议为有，没有你把它当成有这个部分呢，令其定解之无，这个之无跟定解两个把它对调，令其定解之无，这样才合理。我们中文表达是这样表达啦，哎，反正的好像是藏文的文法，所以于无争议为有的部分呢，令其定解之无，比较顺嘛哈。啊，令其知无定解，哪个比较顺？啊，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。啊，令其定解之无。可以好，那这里文字上没问题。若定解之无，啊，加个知。若定解之无。不是定解无哈，就没有定解了哈。若定解之无，知道的知加进去，即人遮前只有乱世的啊，这个离那个道所断，先用离所破才能变成道所断。离所破呢，从我们心识来说，先有视察知，透过闻会、思会，哦，从闻会的视察知到思会的比量。那在那个色摩他、毗婆舍那，那到现证才有道所断哦。所以先有离所破，才能够得到现证的道所断。所以心有离所破，所以呢，即人啊，那个遮前先有知道离所破，则人遮前只有乱世。啊，如乱世这个就是讲那个道所断，如是以理成立。那这理呢，就是圣义理智，圣义正理。理就是用加一个，如是以圣义正理成立。圣义理之前加一个三个字，以圣义正理就是圣义理之量了，来成立这个啊、理所破跟道那道所断。如是以圣义正理成立。好，可以没？啊，如是以圣义正理成立，亦非如种发芽，种发芽啊，先无心生。为什么种发芽是先？它这个正理成立呢？啊，成立的这个是嘛？那个我们讲的是。不，它是一个常法，法尔如是的常法，不是想那个发芽，就是先无心生，就有没有先没有芽，那种子发芽后呢才有芽，这个叫无常法啦。先无心生就是无常法，先无后有的意思啦，就是无常法。那是以如是。法起决定智，那个法就是讲法尔如是的法，它是常法，它是法尔如是的道理的法，不是讲那个种子发芽的先无后有或先无心生的无常法，它是法尔如是于啊、哦，是以如是法尔如是起决定智，那个法就是法尔如是，它没有写清楚，因为无常法也是法。所以要加一个法尔如是，于如是法尔如是之常法，啊，于如是法尔如是之常法，起决定智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它是法尔如是的常法，不是先无后有，不是哦，谁当家就说有，谁没有退，另外一个人说没有。
它是法尔如是的，不能改变，谁也不能改变的啊。你想，是如是，法尔如是之常法起决定智，是啊，那知其如是，哎，这个就知其如是是不用了，哎，多写出来。好，到这里当然没问题。好，我再复习一遍，就说哈，我们的那个修行呢，要呢，遮除的有两个，一个是讲我们心上的邪执，你心上有邪执的话呢，就没办法得解脱，就我执啊。那为什么我执不能得解脱呢？因为我执一生起来，对境就会引生烦恼，引生烦恼呢，就会造恶业。哦，那引生烦恼会变成在轮回一直流转，那造业呢会堕三恶趣，一个是三恶趣没办法得增上生，那呢如果喜我执，这个我执跟烦恼没办法得解脱，所以为什么要得解脱？一定要知道两个所遮的，一个是道所断，就是我执，那道所断的源头是什么？就是境上没有，你把它增益为有，所以。道所断的那个我执的源头，就是在境上没有，你把它增益为有的境。所以呢，要把它去除那个道所断，先要你知道离所破。啊，那怎么样破除离所破呢？就需要靠法尔如是的圣义理之量的道理，这个了解法尔如是没有自性成立这一分。了解境上没有自性成立这一分的法尔如是，用生理相了解境上没有自性成立这一分的，那你这个法尔如是没有自性成立的法尔如是，通过生理相了解才能够破除破所那个离所破，再有离所破的视察之到彼量圣闻他毗婆舍那到现证的时候，才能得到道所断，把用那个。那个见道或是修道的那个解脱道，来断除我执的道所断，得到解脱的因。好，这样顺序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不懂的？为什么要遮这两个？懂吗？为了得解脱，所以从离所破下手，然后慢慢得到现证，才生道所断。那离所破一定要了解所破事是什么，就是。没有自性成立，增益自性成立这一分的境。好，可以哈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总结，把它顺便总结一下，你才知道一个顺序为什么这样说，不然从文字一直讲讲讲，就那个逻辑就不见了哈。好，再来，所以呢，《回真论》云，在458页第一行。那回真论云什么呢？虽无这个加一个无自性成立虽没有自性成立，有这个是嘛？那个我执跟无我慧的对话啦那个在这个论里面呢，到底哪一个是我执说的，哪个无我慧说的，也是大德都没有写清楚，所以很混淆，很混淆。大德他们写的论都很奇怪，这个是谁说的？这个是哪个说的都没说哦，你看广论比不是那个也是都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读的人、学习的人会增加很多的困扰。所以虽无自性成立，这个加自性成立四个字，因为他总把自性无自性成立当成就是空无啦。好，那有自性成立就是有啦。那其实这个是应成派的问题啦，应成派呢？他常把无自性成立都成立没说，都讲无自性了。那无自性等不存在了，因为自性就是体性，就是作用嘛。你因成派一直讲无自性，无自性就等于不存在，没有作用，没有体性。所以下部中段文你讲无自性等于不存在，那合理呀。所以你应该讲什么？无自性成立，为什么要加成立两个字？自性跟自性成立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？啊，成立跟不成立？
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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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成立两个字就是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叫成立。啊，如果讲自信是境本身的问题，不用心去了解不了解。哎，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叫成立，所以第一次成立，成立也是要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。啊，成立两个字很重要，就是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叫成立。啊，如果没有加成立，就是境本身的问题，就境的体性，就它的作用是境本身跟心无关。这两个字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区分开？有讲。对，所以加成立为什么要多加成立？非常非常重要。对，如果你们写成立一直讲无自信，当然秩序一下怎么会承认你的嘞？你讲无自信等于不存在了，怎么会又说缘起有嘞？这不合理啊！所以这个字表达上要很重要，要很明确。可是呢，在论中常没有把那个成立两个字加出来，就讲无自信嘛。所以为什么这样写也蛮奇怪的哈、啊、大德在说法也都没有说清楚过了哈，没关系，好，那我们自己要自己努力，嘿，好，靠自己啦，嘿，靠别人，别人是帮助而已，重点你要得解脱，要增长智慧，一定要靠自己，别人是提供他的经验，好，他的参考，参考值可以的。所以虽无自信成立能破语，好，其无自信成立亦成立，要加无自信成立，这是那个无我会说的。所以没有自信成立的能破语，其无自信成立也存在哦。所以无自信成立不是不存在哦。啊，如果讲无自信，就真的不存在了。所以无自信成立才对，无自信成立才是存在。如果讲无自信是不存在的，这样懂哈？所以难词语云无，啊，云无的无呢？是讲无自信令解无自信成立，令解无信成立，好，加个令解，加个无自信成立，非令除词语，这个文字都没有写清楚，所以讲这个无是要了解无，了解让你了解无自信，不是让你把这个无自信成立的语言也要除掉。好，非令除词语，或会非或非令除啊，能破语也可以讲。啊，令解无自信成立，非令除能破语。好，这样比较清楚。因为你把无自信成立的语就变没有嘛，非令除能破语。好，写一样啊，这样你自己写，把字很多文字加进去，你就比较知道他在写什么。啊，令解无自信成立，非令除能破语。啊，除后面加个能破语，因为对方把无自信成立，那语言讲无自信成立，那语言就不存在了、啊，所以没有讲没有那个能破自信无自信成自信成立的语言呢、啊，非令除能破语。好，写了吗？好，那在陆中论那个自释，好，陆中自释的愿圣菩萨写的呢，里面也讲到，虽无如语，啊、哦，那个有人呢、啊，就有人问呐、啊，这个要写问，有人问，啊、哦，有人问是他中问哦，哈、哦，加一个有人问。大德都没有写清楚到底这一句是谁说的哈，很难判别的话你就不了解他在讲什么，这是有人问，有人问呢，虽无如语，因为他把无自信成立当成没有嘛哈，所以虽然没有你讲的这些话，那若无之灭，你可以讲无的灭呢，灭是什么？灭就是自信成立，你把无呢就是自信嘛，因为他没有写自信，他想自信嘛，他那个应成讲若无如语，
若无之灭，你灭掉自性，哦，这他认为是末智，一本和一本成立，因为没有语言嘛。你若无之灭啊，这个是灭，这个灭是灭自性，那无如语一本成立。所以这里哈、哦、文字呢，华中华是翻得很非常不顺哈、哦，应该改成若无之灭。好，若无之灭，那虽无如于一本成立。所以若无之灭这四个字调到虽无如于之前，所以你把自性灭掉了嘛，若无之灭，好，把无知自性灭掉，那虽无如于一本成立啊，你把自性拿掉了，你也没有自性啊，所以没有这个你讲的话也可以成立啊，这样了解没？若无之灭，这个灭就自性成立，自性啊，他讲自性，若无之灭为自性，然后虽无如语一本成立，这样可以哈、哦。很多文字都是比较简单，反正翻的就是不顺，所以造成我们读广论非常辛苦。其实广论很简单哦，你看英文版的非常简单，又平顺又很容易了解，但是看法中法师翻的中文那一个字。每个字都看得懂，连起来看不懂。好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一雄以前有没有这样？你看英文版的就很简单。因为它是用英文的语句跟我们这个中文表达差不多。我打你嘛 ，I beat you 嘛，哈，那个都是我打你嘛，意思一样。啊，它的文字就很顺，跟中文表很顺，所以它我们看中英文比较看得懂。啊，简单明了，啊，不像那个藏文版是那个跟日本语一样嘛，像那个我当时那个我看过他边好，就是变成我饭吃，就藏文那个，因为日本语的语法是从梵文过来的，那梵文的文法跟藏文一样，就变成是我饭吃。藏文、梵文、日本语都一样，因为是日本语是空海大师从梵文的方式翻过去的，所以变藏文呢比较适合日本人跟梵文的语法，所以我饭吃。可是英文跟我们中文的表达语法一样，我吃饭。哦，我当时我那我换我旁边嘛是嘿，就我饭吃嘿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个是所以法中法师要翻成中文，应该顺着中文的文法来翻呐、啊，不是用每个字每个字翻呐、啊，啊，可能法正法师他的国学基础没那么好，所以只能这样了哈。啊，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感恩的、啊、哈。那、啊、没有他法了解这个论的内涵，啊，所以若无之灭为自性，那若虽无如以一本成立，啊，加一个字哈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？若无之灭为自性。啊，灭的是灭自性嘛，哈。若无自灭为自性，虽无如语一本成立。好，就顺就比较顺了，对不对？比较看得懂了哈。那何为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呢？既然你的话已经没有自性了，那你还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呢？不用说了。何为更说何用呢？这个我就用何用，何用对我就是用了哈。何用更说一切诸法皆有自性呢？不用说了、啊，因为语言就不存在了，语言就不存在了。你讲一切法无自性等没有作用了，不存在就没有作用嘛。那你就不用再说一切诸法皆有自性了，不用说了、啊，这样懂吗？那汝说彼语有何作为？没有作用啊，因为这个语是吧，不存在呀、啊。语言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你这样讲这个说这个语言呢，无自性成立的语言有什么作用？没有作用啊。好，这是他中问的，这样没有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中会这样认为？哈，为什么？因为应成派把要破的是破自性成立，他常用破是破自性，差在这里。那没有把
为什么要破自性成立呢？因为都是唯分别之假名案例，他没有把那个缘起因呢说清楚。把缘起的不共因，就是唯分别之假名案例缘起因说清楚，而且在无自性道无自性，而无自性等于那个自性派认为不存在，这样可以吗？就那个五讲什么话要讲清楚，你要破什么破清楚，这很重要。说不是破镜上的自性，而是破心了解镜存在的方式，是靠镜有力量的自性成立。是破心了解镜存在方式，要镜有力量的自性成立，跟镜上有自性没有相关哦。可是常应成派用破是破镜上的自性，就破错了。镜上存在必须有自性，必须有作用，你不能把这个自性作用也破掉。自性就是体性，不能破。可是应成派常弄错了，一直破上镜的自性，说不清楚。这样，我只要提这个重复的，因为这个文字都讲的没有应成派没有把它真的讲清楚了啊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到这里。好，虽无如语，这个就讲过了哈。虽如说彼以何有作为？好，这个就你讲这个无自性，那这个话也都不存在。那讲这个话无自性成立的话，没有作用啊。好，那这是他中问，再是答，此当是说，答加个答，前面是问，后面这一段是答，因为中文是都没有写清楚。好，答好，自是中，自是就是路中论自是，哎，不是，我写错了啊。此为是说啊，一切法本无自性成立，不是自性，是要加个成立。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，要加个本，本来就没有自性成立，不是一切法，应该是我们了解一切法存在的方式。本皆无自性，不是讲法。如果讲法是对境来说的，可是真的是从心了解对境存在方式，不是从对境的法来说。可应成派从马没有把这个分开，从来没有把这个分开，都是讲境上的问题。那境上你讲无自性，是等于不存在了，应该是心了解境存在方式是无自性成立，境没有力量。不是无自性，是无自性成立。但是呢，大德都是从法上的境上来说，所以这没办法讲清楚。所以一切法本皆无，应该是了，是说了解一切法，而且叫了解。如果加了解就对了哈。解释说，了解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，加一个了解，但了解就没问题。但可是呢，印长没有写了解，就从境来讲说，就了解心了解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。那呢？非用词语令一切法成无自性成立，应该成无自性就变没有了哈。这个就是这个成立跟无自性跟自性成立分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。所以难说，难说这个难上应该叫应成说难应成说啊，诸法皆无自性成立，应该是了解诸法，不是诸法啊。应说了解诸法啊，心了解诸法，应该心了解诸法啊。心应该应难说心了解诸法，
啊，心了解。然说心了解诸法，皆无自性成立，是令了解破，啊，破那个无化掉，破自性成立。啊，它无写出来就错了啊，已经有破就不用无了，啊，是令了解破自性成立，无化掉。那自性后面加两个成立。好，可以哈。譬如天寿原未在家，就是天寿没有在家啊。有人问云：家有天寿佛？啊，例如天寿没有在家，有人问，啊，加个有云，有这个音吗？有人问，不是有云。有人问，不是有云。啊，有人问，云就改成问啊。家有天寿佛，你们天寿在家吗？意思这样了哈。有人问哈，那个应该是天有天寿在家佛，不是家有天寿，不然加个佛也可以了哈。那问号，这个问号，家有天寿，那个问号，逗点改成问号。那家人说，那家人说呢？啊，家人交给家人。那于无，于无彼说于，那这个呢？有家人说。有这个很多字哈，都是反正好像翻得非常非常非常不顺嘿。就家人说啊，家人与吾比说云起吾，就是啊，家人说云起吾就可以了。家人说云起吾，所以有于吾比说这个划掉，家人说。家人说云起无就可以了，有于无彼说，把它划掉。家人说说云起无就没有。有人会说天寿在家吗？家人说没有。那这个词语，这个没有的语言呢，非令天寿成无，它本来就不是没有，它本来就不在家。啊，不在家是不在家，不说没有天寿。好，非令天寿成无，危险啊！天寿家中应该是非危险，家中非有天寿，天寿改成非有后面，危险家中非有天寿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哎，你要麦克风，哎。问说天寿在不在家了？就天寿先安利，天寿本来不在家，本来不在家，那有人问我天有寿在家在吗？家嘛？那家人家说人说没有，没有，啊，这个没有呢，没有，不是呢，让说没有天寿，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天寿这一个人，就是讲只是核说对，天寿不在在不家，在，不在家，是这样的意思对吗？对对，很简单吧？对啊，对啊。文字看起来很困难，对不对？这样懂了哈，义雄很厉害，这样懂了哈。好，秀场这样懂没？所以你本来很简单的道理，他文字写出来你就看不懂。没关系，下课再写，下课再写。一小时会到摄影机，下课再写。
好，所以危险家中非有天寿，好，这个到这里。所以如是说云，诸法无自性成立。啊，这个诸说云，这个是叫人破语了哈。那个诸法无自性成立，非有此语令其啊诸法成无自性成立。好，那然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，应该心了解一切法了。他这里都没有没把心了解的加进去，都讲境上的问题。啊，错就净成派最大的问题就是讲自性成立、无自性成立都是从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。可是呢，都没有讲心了解境存，都讲境本身，讲观待观待不观待，观待就无自性成立，不观待自性成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没办法跟自性派以下共通，因为自性派以下都知道诸法都要观待他法，这个没问题啊。这个都没问题啊，这个自性派都一下都是知道的啊。那你用讲不观待就自性成立，观待是无观待就无自性，这个没办法跟自性派沟通。应该讲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来说。好，所以呢，啊，非有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成立，啊，然一切法皆本。本皆无自性成立。那这里呢，我把它颠倒一下了，啊，所以诸法无自性成立，好，所以那这个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，非有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，把一切那个然化掉，哈，然化掉，所以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。非有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，这不叫顺嘛？对，本来就没有，不是靠这个语言把它变没有的，这比较顺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切法本皆无自性成立，非有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成立，这样没问题。把它颠倒过来，比读没读的比较顺。很，你说广东这样改来改去，会不会？有些同学说，广东为什么要改来改去的？可是你不改，你看得懂吗？啊，义雄，你如果你不改，你看得懂吗？你因为反正翻的不好嘛，你不要改啊，你不要说哦，那个反正翻的就一定对啊，不一定啊，祖师大德写讲的也不一定对哦，所以你要怎么样看得懂，能够把这个法理耐心，你就要改。如果对改比较对我帮助改，啊，如果你不改也看得懂，但不改也可以啊。好，下面问题。所以呢，然一切法，那个一切法本无自性成立，非有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成立。要成立都要讲成立哈，但是应该心了解境啊，他都没有写这个东西，都讲境的问题，这个是错的，这个都没有办法把应成派的不共主张讲得很清楚，应该是心了解境。不是讲境，不是讲诸法，这个都错误错在这里了，而且都没有改正过来了，嘿，应成派都没有改正过来。所以诸于众生为无明蔽，好、哦，无明，好、哦，无明就是讲那个道所断，被无明所蔽的增益自性成立，啊，叫成立，啊，增益自性成立。那如以幻视于其原无自性成立实体，那幻视书唯唯令解自性成立非有。那这里哈，这里的。幻视哈，幻视呢？如以啊，于其原无自性成立事物实体，唯唯幻化，似乎未为令其自性成立非有。这个幻视呢，调到呢，那个化掉，幻视化掉，
如于原于其原无自性，自性成立事物实体，它叫无，后面加自性成立。如以于其原无自性成立实体，哈，把无自性成立事物当成实体，如以于其原无自性成立事物为实体，这个为为，好，如以于其原无自性成立事物，那实为实体。如以于其原无自性成立。啊，原无四性成立事物，那为实体，那幻化事物为为另解自性成立非有，所以幻事就幻坏事物了，他没有写清楚，幻坏个事物，幻化一事物，啊，为为另解自性成立非有，这样可以没？文字要把颠倒过来，不然这文字根本看不懂啊！那个法师，请问一下哈、嗯，这个幻事于其原无似乎实体，这个是不是讲说，就好像魔术师在变现一些幻化的那个，然后让一些渔夫，也就是普通的一些人，好像就看到是这个实，好像实体的东西是有自信，有那个。有那个存在，是不是这样？像两个方式不一样啊。那个魔术师幻化是你把没有当成 有，啊，现在的幻化师是把你本来有把它变成没有，变成哦，变相反，这个是相反的意思。他幻化师就是让你了解它不存在，把你的认为那个实质的存在把它去掉。哦，跟那个魔术师是你没有这个执着，他幻化是变有执着，两个方。方向不一样。哦 ，OK， 那我知道，我大概误会这个意思。哎，这有点类似的，但是两个方向不一样。所以幻化事物的目的叫令解自性成立非有嘛，这是好事。那破除我们的那个理所破跟道所断，啊，那个魔术师是增加我们的执着，两个方式不一样。OK 哈，好，所以故如说，好，所以这个要改一下。如以于其原无自性成立事乎为实体，然后幻化一事乎为令解自性成立非有，这样文字写出来就比较简单。他在讲什么？你没有改的话，你看不懂他讲什么。还有没有问题？令解啊，自性成立非有，那个自性后面加一个成立。好，那这个懂哈，就是为了幻化的事物，让你有自信称执着解除了哈。然后呢，故如说云，这个如呢就是讲下部中包括秩序，以秩序派的把是无自信成立就当成没有啊，最重点是讲无，就是讲秩序，连外道也是的哈。啊，故如说啊，如就是下部中。若自性成立非有，叫性就讲自性成立，因为因成派都没有把自性成立说成讲自性，但自性当然对方说自性没有，当然就没有啊。这些文字表达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对方如果没有他心通，只能靠你用文字表达内涵来解释了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若下部中说，若自性成立非有，即无语言。这个无就是空无哦。啊，这个性就是自性成立。如果自性成立非有，应该应成派是讲自性的、啊。那这样你讲自性没有就空无，没错啊。这个他中这样了解没错的啊。啊，所以若自性成立非有，即无语言，没错啊，就无就是空语，这是他下部中说的。那不假语言啊、哦，本自性非有，就本自性非有，这个自性本来就没有啊，不用再靠语言的啦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嘛，就不用语言了，不用借语言了，哎，亦即成立。所以说无自性成立此语，
何为？这个念就跟前面一样了，跟那个入座论次是一样了，就第二行有没有？次是中云，这个两行到比与何有作为一样意思，在中大师这边就要重复一次了。可以哦，有没有看到458页的那个第二行自是中云，有没有？虽无如语，然后慢慢到第三行啊，那说如说比语何有作为？那现在中大师呢又把它重复一次，好，重复一次，那说无自信词语何为？内涵一样，这样懂哈？又重复了。那应成说，此诸言说皆不应理，好，那应成派说啊，或是中大师说啊，中大师说此诸言说皆不应理啊，因为你应成派一直没有说清楚啊。好，中大师说啊，那答加个答也可以想答此诸言说，所以此语何为？这个何为哈，后面加个问号，问号。你讲这个话有什么作用呢？哦，问号。那后面呢？答：此诸言说皆不应理。那这一段呢？还是在我看啊，都好像在《入中论智释》里面哈。哦，就变入那个月生菩萨说的了，也不是中大师说的。哦，那变成月生菩萨重复一次了。那此说言说就是那个月生菩萨说，此诸言说皆不应理，这个月生菩萨说的哈。刚才我讲中的是说错了，月生菩萨说的。那此说即明显当如是知，可是问题月生菩萨讲不清楚啊，因为他一直把无自性成立讲成无自性啊。啊，你讲无自性但不存在啊，所以别人说。你如果讲无诸法无自性，无自性，那你讲的语言也无自性，那无自性等不存在啊。那既然语言不存在，你讲这个语言有什么作用呢？这个没错啊。如果说我是秩序派以下的，我认为也是对的啊。我认为秩序派这样说没错啊。我应成派没有说清楚啊。这样可以没有？好，此说。即显当如是知，这应成派自己有问题了，他没有说清楚。应该心了解境存在方式无自性成立，不是境本身无自性成立，是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。不有说盈，有不能破，好、哦，有不能破，无不须破，好、哦，破一定要破没有的啦，这是理所破啦。理所破，有不能破，无不须破。那啊，离因诸破，离啊，离诸破力以多啊。那这个哈、哦，文字上呢，以多正理观察破力。所以那个啊，那个离啊，那个什么不须破，因离诸破，因为离诸破力不是的，应该不用离了。力诸破力，理改成力。哦哦哦，说错了，不对，理这个理对哈，理啊，理因诸破力，加个应该的因，然后它是后面有连接，理因诸破力，所以你应该破哪一个力哪一个？如果离开的话，离开的话，那以多正理观察，以多正理。啊、以多正理观察破力，以多破力正理观察、啊、以多正理观察破力，如果说你该破的是破哪一个， 该取哪一个不知道，虽然你是以正理观察，以多正理观察破力，所以破力跟正理观察两个颠倒过来，以正理观察，以多正理观察破力为念名言，只是左口头说上，你对该破的破什么，该取什么不知道。虽然你有很多方式去这里观察啊、破力等等，但只是嘛口头上所以说的，没办法跟实际的效果产生，就是不了解因破是破什么了。所以这里讲的是那个
证明所破嘛。啊，如果你不了解应该破哪个，就变成破太过，或者什么破太狭。啊，没办法了解正所破，真的要破的哪一个？所以也离啊离因诸破力，以多正理观察破力为念名言。好，这个有没有？所以破力跟正理观察把嘛颠倒过来，破力两个字跟真理观察四个字把它颠倒过来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这个十全未见啊，那个理所破，所要干嘛？此权就中断说，此权未见所破正理，也就理所破了啊。哎，未见啊，所破正理啊，就是理所破，未见那所破正理，就是理所破，即道。好，道，这能力道啊，就是什么？未见所破正理，即道，啊，道影像，即道影像相为乱言自那个直道即道影像，然后自现宣说相为乱言。那这里呢，哦，我那个文字哈，破例两个字把它划掉，应该此未见所破正理，即能力道影像，加能力跟所破，力跟破，因为前面加力破嘛，所破正理，此权未见所破正理，即能力道影像，这个影像是概念啊。此权未见中，他说此未见所破正理，即能力道影像，这个破例换掉，所破能力把它分开说，不然它混在一起说就说不清楚了。哦，那个广州话是把它混在一起说就说不清楚。此未见所破正理，即能力道，啊，那个破例换掉，能力道影像，影像就概念，那自现。宣说相为乱言，啊，相为乱言跟自现宣说把它颠倒过来，自现宣说相为乱言，这样没有比较顺。所破跟能力把它分开说，因为中那个反正没有把它分开，就混在破力搞不清楚。啊，所破正理及能力道影像。自现宣说相为乱言，好，可以哈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所以有不能破，无不须破，啊，这个就了解了哈。破要破没有的哈，所以破是他人破例观察，就是我们讲那个，我们讲。不正确破而谓不应破，那个破是他人不正确，不加个不正确，破是他人不正确破例观察而谓不应破例故。好，不应破例故，又以所例之因破是他许之破例。好，那将又以所立之因破次他许之中，哦，他中他哎，他许之中，他许之中之破例加个中，以所之力破次他中他许之中之破例加中跟之啊，哦，所立因来破次他人的中，所以。又以所立之因破是他许，哦，之中之破例，
又所念破事，他许终身破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认为说啊，你讲那个语言无自性成立，这个是从前面来讲哈、啊。你讲无诸法无自性成立嘛，所以你讲的无自性成立的语言是能破语嘛？无自性能破什么？能破自性成立嘛？无自性成立语言能破自性成立。你讲诸法应成判，你讲诸法无自性成立，那你又那你这个无自性成立一切法不存在了。那你又讲啊，能用语言啊无自性诸法无自性成立的语言来破自性成立。那既然不存在，你讲无自性成立的语言也都不存在，那不存在怎么能够破自性成立呢？所以大家讲，以所立之因破去他许之中之破立，所以又以好、哦、那个这个是吧？又如就是如之这个次序下哈、哦，又如下部中哈、哦，这个加又。如下部中，我把那个谁讲的哈比较清楚了哈。又如下部中所立之因，好，所立之因什么？哦，无就是语言不存在，就是所立之就是哦，人破语不存在，人破语不存在，这样写会麻烦哈。当你不这样写，你根本看不懂在讲什么。好，又以所立之因，就能破语不存在，就是无自性成立的语言不存在。所立之因也会挂个号，挂个号，能破语不存在，因为他没有讲，你把内涵就加在旁边。所立之因能破语不存在，破是他许之破立。他许这个他就是应成，所许破例就是讲啊，用以能破与破自性成立啊，这个他许是破例，破例的括号内涵就是以能破与那破自性成立。你这个内涵中是没有写得很清楚啦，写得很含糊啦，就是我们年轻一辈跟老一辈的又叫代沟啦。啊，秀传会不会有代沟？不会，一定会有哈。像我们跟随我们之前的师傅啊，也是有代沟。师傅只要讲个波的，都是波的。那我们说什么叫波的？波的就是要波的，根本没有讲清楚过。波的就是要波的，就是。可是智慧怎么观察才有智慧啊？都没说啊，就是波的。再讲，哎，校长，如果是你拿个东西给别人，东西很好吃，好吃，哪个地方好吃？好吃就是好吃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跟你打？而且说你这个看那个东西好不好看，好看哪边好看，好看就是好看啊，有没有这样的对答？还有我看那个相亲节目，我就看那个执着了哈，就是有一个男生，那个相亲男生从那个电梯下来，女孩子叫哇，就大喊大叫了哈，然后呢主持人说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，好喜欢哦啊，那主持人说：“你问那你喜欢哪一点？就是喜欢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讲不出来。”Whatever 哈，这个就是脑筋秀逗了。感世界人都是这样情绪化的动物了，比较没有理智的思考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有不能破，破不须破哈、啊。这个就是啊，因为对方把能破与不存在。那破除你能破就不存在，你怎么用人无自性成的语言来破自性成立呢？啊、哦，那这个说法呢，应成判中段说这个不应这理，因为有不能破，无不须破故。那这个理由呢，没办法让他下部中的程序了哈。所以呢，当破例之因以这理破则，视为奢浅，就是以这理破则，视为奢浅颠倒错乱之分别正理。就破那个道所断，
怎么样才是对的呢？以正理破则，是为遮前颠倒错乱之分别。啊，就是讲道所断。以正理立则，是能引发无倒定且方便，这个叫那个圣义理智。啊，圣义正理。故欲车浅邪直，即欲生正觉呢，定当随行龙蒙之正理众论，与无倒破例引生定解。那、啊，哎，是了解龙树菩萨的破什么立什么啦？啊、哦，但是呢，问题问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啦。虽然龙树菩萨也从来没有说清楚过，虽然跟随月生菩萨，月生菩萨也从来没有说清楚过，这差别就在这里。我也想跟随啊，可是跟随就看不懂、听不懂、不了解。好，先到这里休息一下。就是那个文字啊，表达没有到位。好，我们看459页。好，那这里讲正明所破。啊，这里呢，这破自性成立了哈。那自性成立呢，是说心了解境存在的方式，不是靠境有力量啊。那个就是境有力量，让我们心了解它的存在，那个就自性成立。那这部分呢，啊，应承派一直没有说清楚了哈。好，所以破是破自性成立，自性成立是存在的哦，是靠那个无自性成立是存在，那无自性不存在。那这里文字好表达要弄清楚。那我们看459页，就有人问，好，这个叫问。有人问，如是以正理破，要加个破，加个净，自性成立。如果说以正理破净上的自性成立，若是由断，好断，那这个加一个破改成断，由断自性成立导致，这个是好一个句号。好，以正理破净上的自性成立，以断啊自性成立的导致，所以那个破改成断。那导值前面加自性成立导值，那这个未欲引发无倒定解者，当以正理破合值之境也。好，他已经讲了了，可是这里没有讲那个破是破什么了啊？当以正理破合境，不是心，合值。哦，何执执就心了嘛，执着的境是执不执，那个心改成执着的执。何执之境也，好，心改成执着的执，啊，这是有人问，接下来是答回答。总所破邪执分别，这个邪执所破的邪执分别呢，虽无边际，好，这个破后面加两个字邪执，邪执分别呢很多很多，哦，太多的执着，虽无边际，难以和颠倒分别，哦，为那个颠倒分别而为一切过失根本，应该是吧？难以和颠倒分别，应该当我为一切过失根本好，而以颠倒分别而为一切过失根本，一切过失根本就是颠倒分别了哈。当先明。比这个颠倒分别一切过失根本呢，破其所执之境，就是一个一切过失的根本的执着，哦，要把这个最根本的执着，要把那个境上的破除，这个境就是讲理所破，哦，啊，破其所执之境，知理所破。若能破比，哦，就根本所执之境，哦，这个讲比就是根本所执之境。就理所破先破了，
则一切过失悉遮浅固。那净的离所破已经破了，就不会有那个道所断，道所断破了，就不会有什么那个烦恼跟造恶业，就不会了。好，一切过失悉遮浅固。那经典说贪等啊，贪等诸余对治是一分对治。贪等这个是讲五庭心观，五庭心观包括什么呢？啊，透过呢啊，以啊对治贪用不净观啊，其实还加无常啊，啊用无常跟不净观来对治贪。那用嗔啊，用慈悲观对治嗔，然后也慢那个五戒那个法界差别观对治贪嗔痴啊，痴呢用那个十二缘起啊，了解应该是应什么是唯分别之假名暗缘起，用缘起观来破痴的无明贪嗔痴。那慢呢用法界差别观，从因来说，我们的都是呢由四大总和而成，哎，都一样。从果来说，虽然是我是人道有钱有财有富等等等等，真理比天人呢怎么比？那天人跟阿罗汉怎么比？阿罗汉跟菩萨怎么比？菩萨跟佛怎么比？啊，从因来说都一样，从果来看呢，啊，我们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，但是都不足，所以不用起慢啊，就叫法界差别观，啊，来对治慢。疑呢，啊，就疑就是讲那个我们讲妄念呐，啊，这个疑不是犹豫之的疑哟，哈。妄念的意思，用妄念的话，这个疑呢，啊，就用什么呢？啊，用那个禅定。那如果是共外道，就属习，啊，如果是修净土法门的，就用念佛法门，啊，那其他法门圆心定，就用禅定来对治那个疑，就妄念，就叫五庭心观来对治。那对治是什么？只是一分的对治，啊，不净观、无常观对治贪，只是贪的一分。慈悲观对治嗔，只嗔的一分。哦，那这里呢，哦，五庭心观用的十二缘起也是对治一分，但是呢，真正十二缘起那个就是，如果是把自信成立的无明当成痴的话，那个就是总的对治咯。哦，把那个用唯分别心假名安立来对治自信成立，就是总对治咯。那这里呢，哦，没有讲清楚，他讲是一般人说的五庭心观啊，不是应承派五庭心观的哈。如果讲痴，就可以是不是一分对治的。那说无明，无明就是根本所执的对治，是一切痴对治。好，这是无明的部分，就痴的部分。如果对治无明，就是一切的对治。那无明呢？这个就如果是以啊那个那个应承派来说，就是自信成立的执着的部分。好。自信成立就是一切过失的根本，对净的有一切自信成立内涵。啊，这不是讲净，应该心了解净存在的方式，是自信成立内涵，是一切过失的根本。如明显句论有说，佛依二谛，啊，二谛就是生义谛跟世俗谛，说七经等九部，哦，七经九部呢包括嘛，我们叫十二分教啦，哦哦，这个叫十二分教，内涵一样的七经等九部叫十二分教，哦，救诸世间行，世间行就是世俗谛，于此广宣说，哦，就是世俗谛的七经等九部。那其余除贪说不能断嗔恚，就是讲那个五庭心观，一般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，不是用生义谛哦，生义谛就断除无明，一切都断了哈，用世俗谛的，例如说用无常呢，用不净观来对治贪，这个世俗谛的，这个不是生义谛，用慈悲观来对治嗔啊，这是世俗谛，用那个啊法界超凡对治慢啊，用那个啊禅定对治那个疑，这个都是世俗谛啊。那这里不能啊，就退除贪就不能断嗔，对断除嗔就不能净贪，为断慢等啊，为断慢等啊，说啊彼不坏于垢，所以呢变成呢你对治慢呢就要用法界差别观啊，没有办法呢断除贪嗔啊还有痴等等啊，就讲五庭心观，但是讲的不够周全的哈，因为五庭心观的痴是可以的，可这里呢就是要这样讲的变成太模糊了，太粗略了，
如果对治贪嗔痴，用应成派、我为分别心、假名利、无自性成就道理，是可以对治一切的。可是这里没有说哈、哦，这讲的太粗浅了哈。故彼非广遍，哦，非广遍对治所有的烦恼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非彼皆无大意，那个加于就近解脱，彼皆无大意，加个于就近解脱来说。所以于就近解脱，彼皆无大意。好，下一个五个字，于就近解脱。所以，他说若在这个地方，若未断痴说哈、啊，这个痴就对了哈、啊。刚才没有讲到痴嘛哈、啊，若胜一地，那、啊、这个。这个叫圣义地，刚才是世间行嘛，现在我把它辨别，不是世间行咯，是圣义行咯、哦、圣义地咯。若为圣义行，这个圣义行、哦、比对前面讲的世间行，若为圣义行、哦、那个若为圣义行，断痴说，彼尽，哦，彼尽坏烦恼。再看哈，若为圣意行，断痴说，彼尽坏烦恼。佛诸佛说一切烦恼皆一痴。好、哦，这个你应该彼好、哦，彼尽坏烦恼。佛说，说断一切，这个文字哈，我这法中法是写的非常非常不顺，所以彼说断痴说，彼尽坏烦恼，好，那到这里句号哈，逗点，那佛说一切烦恼皆一痴，那个一切跟烦恼中间那个逗点划掉。好、哦，佛说，诸佛说一切烦恼皆一痴，那这个说一切那个烦恼中间那个逗点换掉，不然你这个逗点下去就搞不清楚了，不顺了。佛说一切烦恼皆一痴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逗点把它换掉，是不是？逗点换掉比较清楚的，一切烦恼皆一痴嘛，不是说一切啊，烦恼说一痴就变成两个不相关。好、哦，所以诸佛说一切烦恼皆一痴，好、哦，痴就是无明。所以五庭心观的对治痴，如果是用应成派的，好，那个唯分别心假名安立的缘起观，那破除自性成立就可以呢，哦，断除一切的烦恼。那什么是烦恼？什么是痴？好，这个要说明，何者为根本痴？那何者为再叫痴哈？加一个根本，何者为根本痴？因为吃很多形象，有粗到细、哦哦、有浅到深，这里讲的根本就是最细的最深的，何者为根本吃、哦、根本、哦、二根位指内外诸法由自相成立生，那叫成立哦、由自相，这个自相成立跟自性成立一样了哈、哦。为内外诸法由自相成立生。哦，这个自相成立生这个部分呢，是嘛？我们讲这个，你可以挂一下，这叫嘛？离所破。哦，诸法由自相成立生，这个就是离所破。那嘞，增益自性成立之心，这个叫什么？道所断。一个离所破，一个是道所断的无明，好，这两个不一样。啊，那这个心呢，就是此为无明，就道所断。那再看。
四百论是，就中药师写一段就会用一个经跟论来证明了哈。啊，如四百论是，好，这是月生菩萨解释的哈，解释四百论的。他说，若为是增益，啊，这个是就是讲邪执的哈，是括号一下就邪执。若为邪执增益诸法自性成立，而且成立两个字。若是就是我们讲邪执，啊，那增益诸法自性成立，有彼染污无知，这个染污无知呢，就是讲无明，啊，染污无知就是无明。那我们讲的哈，染污无知的呢，有分两个，一个是嘛，烦恼障呢是属于染污无知，所知障呢就是讲非染污无知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这里讲的自性成立是属于烦恼障。有彼染污知，就是讲烦恼障，那非染污知就是所知障。有彼染污知真上，就真上是主要的哈，就是主要的意思哦。所以你们讲真上身，什么叫真上身啊？广论讲的真上身，确定吗？这是一文解义啦。你来生比今生还要好。这是一文解义啦，真上定义不是这个，你们是广论的这样解释啊？哎，是对。错了啦。哦，真上才是主要的身呐、啊？为什么叫主要？他能够走向解脱成佛的身叫主要，这真上是这个意思。不堕三恶趣，能够学佛法叫真上身、啊。对对对、啊、不堕三恶趣，对。哎，不是一生比一生好了。哎，你们都把它解释成一生比一生好，是错的啦。哦，就主要的身呐、啊。那真上三学，什么叫真上？真上三学就是戒定慧的那个、啊。哎，为什么用真上？真上，他这个就是让我们。就是说不要堕入善恶趣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不是啦，真善三学是讲这一部论或讲这一部经。哦，三学、哦欸、这一部论主要讲的是戒学，这个部分叫真善戒学，是主要的意思。真善戒学所权的内涵为主啦。哦，那这一部论主要是讲戒的、啊、就是在世俗地怎么取舍的、欸、这个有下士道是取舍善恶嘛，嗯，中士道是取舍我执嘛，跟无我嘛。对，上士道是抉择那个我爱执跟那个爱他执嘛。哦，这个两取舍三个角不一样。那这个部分就讲主要。所以呢，你这一部分讲是戒学的部分呢，主要是主要内涵讲戒学，叫真上戒学。真上戒学。那这一部论这部经主要讲是修禅定的，叫真上定学。那这一部论这一部经讲的主要是无我的内涵，无我的解脱，也是真上慧学。像真上两字主要的意思，什么叫真上果？真上果没有三果嘛？真上等流果，等流真上一手嘛？一手。什么叫真上果？真上果就是说你，我们下一生，就是比这个，就是说我们的来世一定是。比你这一世还要，你又讲这一世只比这一世好了，又错了。真善果就是我们下一次对境最主要的、最主要的产生我们造业或是产生我们修行的主要果、主要的果。所以我们都是靠境引发我们的心嘛，所以真善果就是我们的对境，包括那广论只讲的叫气世间错了，但是俱舍论说法。还要包括情世间，情世间我们最重视，气世间比较不会那么重视。所以真善果就是我们心的对境，就包括情世间的对境，还有气世间的对境。广论只解气世间，没有把情世间加进去，但情世间比气世间更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引发烦恼都是气世间嘛，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嘛，你不会对杯子把它起烦恼吧？有时候会啦。
对，就是说本来是买一个东西，应该是可以保温的，怎么都不会保温。可是你不会怪杯子吧？你怪那个骗你的人吧？你会不会怪杯子？不会啊，你会怪骗你的人呢、啊，或是送你杯子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或是卖你杯子的人呢、啊？你杯子，对啊，这个气世间是外在环境，包括杯子啊，所以应该情世间对我们心绪的影响比较大，对不对？那但广路没写嘛，就是主要引发我们心的。引发我们心的状况的那个就是对境，就是讲真善果，就主要的。所以你把"真善"两个字扣成就是主要哦，不是一声比一声好哦。这是广论同学那个一文解义的解释，是错的，错误的解释。所以呢，这里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写呢？因为是瑜伽师地论这样说的，所以应该不要讲真善果，应该讲主要的果。主要果，用主要来解释就不会混乱了。但是瑜伽师地论是用真上，所以呢，广论、华严宗法师都用真上，应该主要。现在我们讲那个，我们讲那个心类学或色类学，讲真上与不共真上与那个真上，藏文是主要哦，打颠打就是主要。可是我们转换成主要与不共真上缘，但是藏文是写主要哦，不是真上哦。所以很多的是汉系的大德翻错了，那这些翻译的就按照汉系的说法把它翻成真上，瑜伽师地论也是一样，俱舍论也是一样，啊，这是错的，哎，应该是主要果，不是真上果，或主要的身不是真上身，主要的学这个内涵，好像真上三学，真上学主要的内涵，所以你以后看到真上两个字，就把它当成主要。不是一声比一声好，一个比一个好，在真上。从文字来看，就变成一个一个比较好嘛。但是内涵是错的，翻译翻错了。很好，所以很多为什么会误导？因为翻错了。我们就学习者只能看文字啊。这个就是佛法很多问题了。其实要讲清楚，就不会造成很多问题，学就很容易。如果你讲清楚，年轻人会来学，但是因为文字写的。很不清楚，啊，又没有把那个该说的要说清楚，哦，没有说清楚，所以学的变前后相违，文字又看不懂，内涵也不知道，所以造成学习者很辛苦，很辛苦就越学就越少啊，像我们这堂课就越学越少啊，正常的啦，正常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染污无明，哦，真相是主要的意思，所以主要是染污无明造成的。便贪着诸法 对境的离所破不清楚，就变成染污无知的啊。那个主要是由于真产生主要的染污无知，产生贪着诸法的道所断。先有离所破，变成道所断，是为流转生死种子啊。有道所断，就这个我执了哈。那于一切种，这个种就是讲三有。啊，留这个一切种啊，那个把这个三有种子永灭除故，即便安利生死还灭，把这个流转生死的种子能够灭掉的话，就不会流转生死嘛。就把这个三有的流转一切三有的种子灭除了，就能够生死还灭。那怎么灭？要灭先破我执嘛，对不对？我执是无明嘛，那我执怎么灭？先了解离所破嘛。所以。关键你还在了解离所破，这样懂哈？所以未贤此一过，那怎么了解离所破？要从圣义理之量啊，这个智慧去了解所破是什么？那未贤此一故，啊，说啊四百论，啊，这个四百论加进去，说四百论颂云，啊，你要加一个四百论。四百论颂云：三有种子为四境，啊，那个四境未比行境。那这个四呢，就是讲那个我们讲邪执，邪执好。三有种子为变成透过三有种子的这个部分呢，变成是为邪执的对境。那
那为鄙，这个鄙就是无名，也就是鞋子的哈。三有种子为是境，为鄙无名的行径。若见境，这个无名的对境啊，无自性成立我。啊，这个无跟我之间要加一个自性成立。这个对境呢，没有自性成立呢，三有种当灭。就未来了，未来就会灭除了，当就是未来的事，可以哈？有没有问题？无跟我之间加个自性成立，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记诵，好，继续，在此显显示什么呢？由见性无自性成立，那成立两个字加进去。所以于一切法，这个法就是种，那个种就是法了。哦，于一切法破除贪因，这贪就是代表烦恼，贪就代表烦恼。哦，一切法破除烦恼因，那三有种事就是无明。破除烦恼的因就是讲无明，由无明生起烦恼嘛，所以烦恼的因就是无明我执。好，破除贪因的三有种子，三有种事就是无明。那阿逆声闻独觉习得无生法忍，菩萨生死还灭。那无生法忍呢，就讲具生烦恼不生。好，这无生法忍，如果是中观中，就认为初地菩萨就已经得无生法忍了。好，无生法就是具生烦恼不生了。啊，如果是中观是初地菩萨就可以的。那如果一般的是讲啊，读声闻阿罗汉断除错了哈，声闻阿罗汉、独觉阿罗汉及八地菩萨，啊，才得这真正的无生法忍，就是具生烦恼不生。啊，声闻阿罗汉、独觉阿罗汉还有大圣的八地菩萨，啊，这个是唯识跟应成的。八地菩萨是唯识跟应成说的。如果是那个唯识真相中跟应成是八地菩萨啊，就烦恼具生烦恼已经断灭。如果唯识假象中跟智系派要比成佛，成佛所有的烦恼才断除。所以呢，在唯识假象中跟那个智系派是要成佛才得到无生法忍。好，所以即得无生法忍，菩萨生死还灭。现在讲的是应成派，好，就八地菩萨。那这里引的呢，又引的四百论士的哈，就是应成派说法，所以到八地菩萨声闻阿罗汉、独觉阿罗汉及八地菩萨啊，生死还灭。又即好说好啊，又即好，彼是实指，这个彼就是讲无明，彼就是无明。那无明呢是什么呢？是为自性成立的实质啊，加个自性成立，他没有讲清楚。实质很多种啊，刚才讲的那个，我们讲那个很多啊，他讲，这个很多，所以他为此广是这个应该是，无明是讲自性成立无明，自性成立实质。如生根，他把自性无明当成最细的哈。那于如生根于生不是，那于色根，色根包括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。哎，这个身根是普遍的。如果你因为眼、耳、鼻、舌都是建立在身根，眼根必须在靠这个皮肤嘛。肉体才有啊，耳根也是啊，鼻根跟舌根，所以呢，如身根于色根，这个身改成色根，就是包括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四个根，身根没有的，色根也没办法存在，因为色根啊，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是依附在身根，所以呢，如身根于色根，那愚痴。一次是无明，骗，安住改成烦恼，
生根是基础，好，那色根依附在生根上面，那愚痴是基础，那片加个安住改成烦恼，安住就改成烦恼，有愚痴啊就会升起烦恼，所以愚痴片烦恼，故坏愚痴这个无明，人坏一切诸烦恼。好，所以这样安住改烦恼就读起来比较顺。五蕴不行，因为他讲的是根本，根本跟依附。你讲五蕴，它是对境。他讲是说，什么是根本？无明是根本，才产生烦恼。那无明断，烦恼就断。如同这个色根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，这个依附在舌根，四个根依附在身根，没有身根就没有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，他是这样说法啦。而讲无蕴跟什么关系？没有啊，这个他是讲因跟果，没有种根就没有别，没有因就没有果，他这个道理。好，不是这讲根哦，不是跟无蕴没有关哈，没有直接关系。那四百论是有说，痴于诸法啊，这个痴就是无明，于诸法分别执着，叫这个执着。哦，无明于诸法分别执着，要写吗？第十不是叫第十，改成什么啊？自信成立，他用第十是错的了哈、哦，应该是第十改成自信成立。哦，分别执着自信成立，然后急于必故，啊、哦，就是非常愚痴，遂于诸法增益啊，自信成立而转。啊、这个实性就改成自性成立、啊、这个文字都讲得不清楚了哈，慧真菩萨讲得不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一段我们再用再简短把它作为总复习一下哈。先里面呢，我们先把总复习哈，先看第一个，我们从457页第一行哈，第一行呢，我们先前面呢就讲到他中的好破太过跟破太狭。那破太过呢，就是说啊，印禅派讲无自性成立，可是印禅派自己弄错了，他把无自性成立说成无自性了啊，那所以他没有把成立两个字讲出来，他讲诸法无自性嘛啊，但是是缘起有，那什么缘起有？唯分别之假名安律起有，也没有说清楚啊。所以他认为我讲无自性的时候呢，你们呢自序派的宗派认为无自性等于空无、哦、啊，因为印禅派讲没有清楚，别人认为空无也是正常的、哦、所以认为有无自性成立，但我又强调缘起有，你们都不相信我、哦、讲无自性成立就等于空无，这个就是嘛，你们下部中的破太过，就无自性等于空无，那其实印禅派说错，应该是无自性成立啊，他没有说清楚，那个就是下部中的破太过。另外呢，印禅派呢认为下部中的所破啊，包括、啊、破除外道的常依自在也好，啊，破除小圣的独立实之有，破除唯识的外境啊，或是人取所取异体啊，还有破除自序派第十成立，这个都没有破到真正的根本无明，没有正破最细的根本无明。它是破掉初分的部分，这个叫什么？破太狭。好，这个我们上礼拜有写科判。所以一个破太过、破太狭，就没有真正破到那个关键点。好，没有破到印禅派认为的关键点，没有破到。所以我们第450页就把那个真正要破的是什么？好，先要把它证明，首破。那证明的首破呢，先要把净。净要遮的，遮了两个，一个是净方面的，一个是心方面的。那净方面的没有，把它争以为有了，这个叫离所破、啊、另外呢，透过、啊、那个叫离所破不了解产生的那个执着、哦、执着的心，无明的执着心，
那个叫嘛道所断，道所断，嘿，他都用破了，因为缓冲法师没有把它分开，离所破就是跟道所断。那这个道所断呢，就是包括哪些呢？就包括从解脱的角度来说，或成佛角度，叫烦恼障跟所知障，叫道所断，就是无明。那离所破呢，就是没有真义为有的。那什么样的没有真为有？是真正应成派的所破呢？就是没有自信成立，你把它真义为自信成立这一分，好，这离所破。那到底两个呢？要从哪边下手呢？应该从离所破下手。那离所破怎么下手？从啊了解既没有自信成立，我把真义成立要破了，就要从嘛圣义理智量，就要靠应成派的圣义理智量去了解它。啊，圣义理智量，所以从离所破破除境上没有自信成立，把真义成立这一分之后呢，你自然这个无明就会嘛断除。了解境没有这一分，你的执着就不见了。那执着不见呢，哦，才能够呢解脱三有。因为呢，无明呢是产生烦恼的因，烦恼又是造恶业的因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要呢产生烦恼，好，那个要破除烦恼跟造恶业呢，是必须从根本我执无明下手。那根本我执无明就是自信成立的执着。所以呢，要从自信成立执着要下手呢。应该嘛，从那个离所破了解境没有自信成立这一分。那这中间有辨别啊，对于他中说，您有讲那个诸法无自信成立的话呢，你这个话也是无自信成立等于空无。所以你这段诸法无自信成立，你讲的话无自信成立等于空无，那你讲无自信成立的话来破除自信成立没有作用，因为都不存在啊，啊不存在。那这里呢，哦，应成派没有把它写讲清楚，他讲应该讲说，我无自信成立不代表没有，而是唯分别之假名而具有，这个没有说清楚，一直在讲那个一个喻，好，例如说啊，那个你讲天寿本来不在家，结果呢，有人问天寿在家吗？那家人呢就答说天寿不在家，那不在家呢，不是说天没有天寿这个人，而是讲。天寿现在不在家，所以我讲的无自诸法无自性成立，不代表这个无自性成立的语言是不存在，是破除自性成立这一分。哦，是破除自性成立，自性成立等于什么？那个自性等于什么？那个天寿在家这一分等于自性成立。啊，我不是破除天寿，我是破除天寿在家。他用这个喻来表达。我讲无自性成立不等于空无啦，可是这个义呢没有讲清楚啦，没有讲清楚。好呢，那进来这个义我们就说，那你要了解所破是什么，不然呢，好像你们破太过啦，破太狭啦，啊，乱破一通，啊，有很多证你破，但是唯念名也是空谈，那没办法，这个空谈破太过破太狭，空谈之后呢，没办法遮除真正要所破的无名。哦，没办法承受和平，所以应该遵循谁呢？啊，这个在458页应该遵循龙本菩萨的正理众论，来引发真正要破的是什么破的那个部分的破力引生定解。可是实际上龙树菩萨、月真菩萨没有说清楚过，哎，这个就是问题所在。那么看459页，好，那既然遵循龙树菩萨的论点，应该了解什么样才是我们要破的，好，包括离所破。跟道所断，那破的部分呢？啊，不是就啊那个在明显居论第四行，我依二谛嘛，讲契机等九部的，就世间行的话，这个不是我们要破的。我们要破的是破什么？因为你要破的变成用五停心观的话，破世俗谛，用嘛啊不净跟无常观来破贪，用慈悲观来破嗔，用法界差别观破慢，用禅定来破疑。这个都是世俗行、世间行，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说的。我们要破的是破疑。疑呢，这个部分呢，痴啊，不破痴，说错了，破痴，这个痴就是无明。为什么破痴很重要呢？因为痴是一切根本，三有种子的根本。
所以你吃破掉的一切烦恼就断。哦，所以、啊、这个吃是什么？那四呢是什么？就是讲那个在四百论四里面啊，一二四百五十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四百论说，若邪执增益诸法次性成立，有比染污无知增上贪著浊是为流转正根。这个就是执着性上自性成立的离所破，还有心上执着自性成立的邪执，这个叫道所断。所以自性成立的离所那个性上离所破，自性成立的邪执道所断，才是我们真正的痴的形象。痴就是那个道所断。所以呢，这个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就如同一切生根是所有净色根的基础，那一切痴是一切烦恼的基础。你把基础断了，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。在那个四百五十九页第导数第四行，哦，声闻独觉得得啊、哦、无生法忍菩萨，就般若菩萨生死还灭，把这个痴断除了。所以呢，无明说比这个无明就是讲自性成立的实质。故呢、哦、所以呢把这个实质呢自性的实质断掉，能坏一切诸烦恼。所以呢、哦、四百论是、哦、导数第三、啊、说无明于痴，无明哈、哦、于诸法分别执着自性成立，即于蔽故，所以诸法增益自性成立而转。所以要把这个自性成立这个实质拿掉，就可以解脱三有。好，我们到这里。